对，我是台币16,000买的啊，我希望拍完这一集之后，它能够变成61,000啊。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16集的 Part Two。上半部呢，跟大家聊完了我做节目10周年的心得，这一集的话呢，来给大家做一款也算是来得恰到好处的一款官方发动全球众筹的限量版商品。它是一个 Unicron 的一个超巨大型玩具。那这是它的一个说明书，本身说明书呢就有相当多的页数吧啊，那讲解的还算比较清楚。那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它是一个球形的，那会经过一部分的组装之后呢，都很简单了啊。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来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把玩之后的一些心得。首先呢，直接下个定论啊，如果你本身呢不是有相当的虚荣心的话呢。这一款呢，台币16,000左右的这个大球的话呢，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一下，并不是非得必入不可。第一，价格绝对不便宜，比 MP44 还要贵。再来，现在的空间杀手的一个指数超高，爆高啊！我到现在还想不出来我要把它摆在哪儿。那么呢，我是在今年是21嘛，我记得我是2019年的9月份呢，在台湾的网拍上面去下单的，当时就是非常有名的合川玩具店。那下标的时候呢，我想说呢，没关系吧，啊，这个还有1年多可以慢慢存钱啊。结果其实什么钱都没存，直到今年的1月底的时候，突然通知要补款的时候呢，真是吓得我屁滚尿流，失了魂了，哎，真的乖乖的把它给吐出来了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自己觉得啦啊，都做这个节目做了10年啊，为自己的信仰充值。我觉得也行吧啊，我个人是会把它留在身边的。这一款我本来我想说拿到之后赶快把它给卖掉的，但是现在呢，我已经倾向了就是把它给留下来吧。那这个废话已经讲很多了啊，没关系啦，我们的这一期的节目我们就慢慢的录啊。过年期间大家很闲嘛，对吧？也没有很闲了啊。这个是属于它的一些小配件的部分。那这个宇宙大帝的头它是可以直接给取下来的，我们就先讲这个头部吧啊。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细节的呈现，这个呢，细节的复杂程度来说，应该是就是 G1 的这个动画的这种大电影的那种细腻程度啊，并没有像电影那么样的一个复杂，但是呢，相对的是恰到好处的，后方几颗的螺丝钉。那这个地方的话是眼珠子转动的啊，那眼珠转动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来说呢，看得不是非常的清楚啊。我一开始本来以为是不是有装电池，但是后来看了一下，里头并没有一个电池的一个型号的说明。牙齿的这个部分是有个弹簧的啊，可以稍微的有一些有一个感觉好像会在讲话，其实是上下动啊。那宇宙大帝的头可以拔掉呢，这个并不是说他自己想拔掉，而是在这个电影的结束的话，他的头是变成一颗类似于卫星的存在，漂浮在宇宙当中了啊。那它也是有附带一个换脸的一个装置的。那这个脸的这个配件的话呢，没有用的时候呢，是可以放在这个底座下方的。说明书上面呢，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啊。那把这个面雕拿下来呢，其实比想象中来的简单一点了啊，因为这个缝隙的话呢，是还蛮容易去把它给放进去的啊，就把它给打开。然后呢，这个部分的话呢，下巴这个部分也是一样，这里一样是有一个卡扣的，可以把它给松开。就可以看到了一张非常恐怖的一个面孔了啊！我们拉近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里面的细节的分布的话呢，就更加的巨多了啊。然后这个没有鼻子的一个造型最为恐怖了啊，下方这个弹簧依然存在的。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来转动这个眼球的了啊。我们来让它转动一下这个眼珠啊，左边右边看啊，看上去就感觉是更加的恐怖了啊。那么呢，换脸的这个装置的话呢，我们就啊，把它给安装上去，这是一个已经残破后的一个面孔啊。这个宇宙大帝的话呢，在86年的电影的最后啊，被消灭之后的话是，好像在 G1 的第三季，
偶尔还是会出现吧，啊，是以这个就是一个卫星的一个形态出现，这样轻轻一扣，哎，就可以把它这个破损的一个样子呢给装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呢，眼珠的转动的话呢，我这个镜头可能拍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多少了啊？如果光打得够的话，还是能看到眼珠子里头有动。有了有了，看到了啊，还是可以看到一点点的啊。那平常的话呢，如果了啊，如果你把它变成球形的话啊，如果你把它变成球形，因为这个头呢是一定要拔掉的，变成球形的时候是这个头是必须拔掉的。那如果只是变成这个球形状态展示的话，这个头我可能就会给它用这个破掉的一个样子，因为动画里头它是已经被击败了之后呢，已经被毁坏掉之后呢，才是剩下一颗头的。那另外还有附带一个，这个是方舟了啊，Arc。这个比例的话呢，这个比例跟这个比例当然是，应该还是没有大了，因为宇宙大帝是一颗星球，应该会再更大一点点。方舟，OK，小巧可爱啊，这个也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加分配件了啊。然后呢，还附带了几个这个支架给我们啊。那另外就是两个，头掉了，好，无所谓啊，就暂时放这儿吧。那至于这两个小东西啊，这个是洛迪文跟这个什么格威龙，哎，我洛迪文放反了，应该是前后反过来了，因为太小了，看得不是很清楚。上面有几个小洞，小洞可以把它给卡进去。那这个时候呢，你卡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请你确实发现它已经卡住了之后呢，再把它给拿起来欣赏，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小，一个不小心的掉到地上，你可能真的会找不到了啊。那上面当然是不可动的，细节啊什么的话是勉强吧，勉强是可以看得出来。洛迪温可能比较清楚一点，格威龙的话就好像是差了点意思啊，就只能看得到大炮啊什么的。好，那这个小配件的部分呢，就这些。另外还有几个补充的这个零件配件，就是一个补充缺口那个小配件包，那个自己的话呢，就按照说明书把它填补到宇宙大帝的身上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我就手持镜头吧，因为这个宇宙大帝的话实在是体型太过高大了。那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又一直都是以机器人变成载具呢为主要的一个展示项目，所以的话呢，我就呢就示范一下，把它呢变回一颗球的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来讲的话，会稍微比较漫长，到时候的话呢，应该会多少会有一点剪辑在里头。好，这个呢，总共的一个高度的话呢，是比蒙大帅啊，这个福特呢都还要来得巨大。我的话呢，拿一款，这个是官方前一阵子的这个 Studio Series 的这个大力神啊，我把它放到旁边，给各位看一下，它是它的一个高度，在这儿。OK，你就可以发现这两者的一个身高相差是非常多了啊。到时候的话呢，我会补一张照片，给各位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大小高度。那么呢，好，来看一下，这是它全部搭载之后的形象，有够重的，非常非常非常的重。然后也不知道，真的不太清楚要放哪边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好了。首先，它这个翅膀的部分，没有错，非常多的空洞，巨多的空洞。但是呢，因为人家是星帝，非常的巨大，所以呢，你可以想象里面可以住很多人。对，它是为了让很多的外星的机械生命体呢能够生存，所以做了一些区隔的小套房啊，非常佛系的魔王。再来呢，快看它这个头部，刚刚已经给各位展示过了。头的话呢是有一个类似于 MP10 的一个关节，左右看都没有问题。那么呢，它的身上呢，细节的呈现，跟脸跟头部的那个细节的呈现的密度呢是差不多。好，那我们就顺便讲一些可动啊什么的。哇，这个已经不知道怎么说了啊。首先讲一下，它身上有软胶，这个尖刺的部分呢，通常都是软胶部件，包括后面这个也是，它整条这一整条都是软的，整条都是软的。然后它的身上呢，齿轮关节有好几个地方，首先是这个手的话呢，侧抬。这样子可以拿住它啊，这个声音非常清脆，非常响亮，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过渡的造型。这一手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都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的话把它拉上去抬高。那这里的话呢有一个关节，跟各位讲一下好了，这个地方
一定要特别提一下。这个在实际上把玩的时候，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看到这里了，这里是要把它给卡进去的，从这儿这个地方，对，这个记得要把它给卡进去。卡进去的话呢，手臂才能够带动这一块关节，才有一个平举拉出来的一个作用。这个地方是必须要做的。然后呢，它的一个腰部转动也是有一个齿轮关节的，我试试看，对不对？腰转，齿轮关节有的。那因为我现在是把它放在支架上，所以它能够实现让我单体单手去动，它就能够转动。裙甲有前后两片，侧边也是两片，后面的话也有两片。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面，因为已经是卡在这个支架上面啊，但是这个裙甲还是可以动，还是可以动。那这个地方里面啊，可惜这个地方没有涂装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家伙再涂装下去，我觉得是很浪费啊，因为这么贵重的东西还是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可能好一点。那腿部的话，你可以看到呢，大量的这个星球的甲壳，包括了这个侧边跟后面，这个都有很多的甲壳。那这个看像这个地方这种卡扣啊，都是叠在一起之后呢，利用一个卡扣呢把它一次打包带走的概念。后面也是一样，一大坨的背包。这个脚目前摆站应该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啊，它的可动的话，前往前踢可以，后踢也是可以的。那支持力度的话呢，往前的这个齿轮关节是撑得住脚抬起来的，但是侧踢的话撑不住啊，也有齿轮关节，但实际上撑不住。如果你完全侧踢是撑不住的。这个膝盖的话也有齿轮关节，膝盖没有，没有啊，对的，我记得有的。然后脚踝也有，那脚后跟也是有，脚后跟也是有。然后手肘这个地方也有齿轮关节，但是不是会响的那一种啊，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它是有一个刻度的。手腕可以转，然后很多人诟病的啊，说这么贵的玩具呢，手掌里面就要是空心的。那我个人也不是很在乎了啊，这个都已经入了，对不对？我是台币16000买的啊，我希望拍完这一集之后它能够变成61000啊，我可以学一番。好，那还是一句话啊，这个的话呢是一个情怀虚荣心重于一切的了啊。那我自己已经开始的时候我也提过了，就基于一个已经在变形金刚这个领域的话呢，也算是混得还可以了，10年了啊，为自己的信仰充值一下。然后呢，在示范变形之前呢，我把支架呢给特别的给拿下来。那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一款星帝的这个背包的话呢，非常非常的重。如果你把支架给拿掉的话呢，这个脚后跟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部分的话，它是有齿轮关节卡在这里的，请务必呢调整到一个比较 OK 的角度。那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我就可以跟各位顺便展示一下，它的一个腿的话呢是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的，从这个地方，那因为很大很重的关系哦，我就稍微的举高给各位看一下，从这里，我们的变形的第一个步骤的话呢，先把它的这个侧边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给转下来啊，这个拔叉的话呢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那么上方的这个配件的话呢，就暂时是不需要把它给拿下来，没有关系。再来的话，就刚刚提到了变形的时候呢，是必须把这个头部呢给做一个拔叉。我们看到脚后跟的这个部分，这几个部件要解开的话呢，首先呢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个地方松开之后呢，主要是这一块部件，这块部件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是有卡住的，它本来呢是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凸。它要扣进这个的内侧有一个凹，这样子扣，然后这个部件再过来跟它扣一起，它本来是这样子三明治的一个结构的。好，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打开，这个地方给松开，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很多的水孔还是没处理好啊。这个呢，果然是孩之宝做工啊，这个地方就可以顺利的把这一块部件呢给彻底的解开了啊。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把它给松开来，这里也就解开了啊。那么这个部件的话就往下面先放到这个地方，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完全一样的啊。那顺带一提啊，这个家伙的变形的话呢啊，基本上呢是几乎是一定要放在支架上面，不然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正常的变形把玩了。
我们只需要做这几个动作啊，先把这些部件呢都给解放了。下半部我们要解放上半部的这个壳的部分，它的主要结合卡钩是这一块部件啊，我们把它呢往外面给抠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个牛角妨碍到你的话，就暂时把它给转开就可以了，从这个地方往外一推啊，你看啊，整个的就已经松开了。那么另外一侧呢也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机构的，在这个地方，从这里给各位看一下，就这一块部件我们把它由内往外这样子抠出来，哎，整个背包的部分呢就解开了。那这个背包啊非常的重啊，你看看啊，这个菊花嘴的这个整个部件呢就是在后方这里，它是可以上下做一个移动的。那么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地方有个转轴啊，这里上方这里是有个转轴的，我们把它给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把这一个新地的这个其他的部分呢转到前面去。那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刚把这块东西呢放到前面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形态啊。其实呢这一款在变形的过程当中呢你总是能够感觉到呢它很多很多四不像的，也算是比较有趣的一个造型。接下来我们来整理这一颗球的背面。那我的话呢，为了方便大家收看呢，我先把这一侧给变形完成，因为它两边是完全对称的。原则上呢，脚呢就要从这个地方反折上来到这里。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看到没有？这个凸呢是等着要扣另外一侧这个脚的。那另外一边的凸已经跟它扣在一起了啊，就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这个形状跟这个支架的这个部分呢是相互重叠的。如果你这样子扣的话呢就会比较简单。另外的话呢，手臂的话呢收到拳头里头去的话呢非常的简单。首先你的拳头呢必须完全握紧的情况下，把胳膊呢往下推，而且要往下推到底，会听到咔的一声。如果没有咔的一声的话呢，手臂的长度呢将会不够长，就没有办法跟这两侧呢进行一个结合。那以及呢整个变形里头呢，其实最一开始让人觉得最头痛的就是你把它从人变回球的时候呢，其实这一块部件怎么个放法其实是让人伤透脑筋的。但是的话呢，现在的话呢我就直接的操作一次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了解。那上方的话呢这一侧的这个球盖我已经先把它合起来，因为晃动太厉害啊。我们在变形的时候先变腿，先把腿的部分呢只要呢往中间密合，然后往上面推上去，往上折上去就可以了啊。那这些部件呢会晃动啊，这个的话呢都是一定会发生的，就不要特别在意了。然后呢把这个脚爪的部分呢都给收进去啊，以及这个地方啊忘了，这个裙甲，这一块裙甲记得翻上来，然后呢就往上面靠过来。接下来的话呢，两侧中间的话呢，两侧的中间是有结合卡扣的，当然的话我们也是一样啊，要先把内部支架上面那个凸呢跟脚呢做一个合并。好，这个地方组合完成，接下来再把胳膊的话呢给扣过来。那为了方便做一个，你可以考虑怎么样呢，先把这个部件，这些部件的话呢先把它合起来，这些都很简单的一个最后这个龟壳这个部分呢包起来都很简单的，这个顺着这个形状啊咬合就可以。那很值得庆幸的呢是这一款这个这个宇宙大帝的话呢用胶的话还算是比较 OK 的。再来这个手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有一个锁扣呢把它给解开，往下拉 OK， 松开之后的话呢，把胳膊的话往后面转，这个往后转哦，请记得啊，你一定要有一个手去握住这个地方啊，不要直接这样转，直接这样转的话呢我怕这边这一节会断掉啊。这个的话，这个不是说玩具做的不好，是真的这是错误的失利啊，请记得一处固定这里，再来转动这个胳膊啊，这个声音的话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关节是全身上下关节最紧的。然后呢就推到这里，最后就是怎么样，这个带刺的部分是朝外过去这边，然后呢两个胳膊的话呢就可以来进行。这个地方啊已经把它确实的合并好之后，刚好跟各位提到说脚底有一个零件啊，脚的侧边有一个零件的，这个的话呢是把它转到侧边这个方向。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宇宙大帝的正面的部分呢做一个组合。我从侧面来给各位讲，这一块部件就这个部件，它要跟这个宇宙大帝的裆部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部件整个往上面抬，再往上面抬一点点，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内部其实它这里面的话呢是空，这镜头我给各位带一下好了，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给各位看到这里啊 OK， 这里面它是空的，它都要去和这个宇宙大地的这个裆部这个部件，这个地方就把它给靠上去合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整个一个球体的这个外壳的部分呢几乎就位置差不多，就是变形到这里之后呢整个一个形状呢差不多都已经固定住了，前方已经固定，然后手脚都收起来，剩下的话呢就是我大概的展示一下这些相对应的位置啊，就是把这一些球体的外壳的部分呢开始进行一个包覆了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这里这一块这块部件啊，这一块凸这个部件它是要扣到，转一下变成这个形态之后啊就拿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啊，它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结合卡扣可以扣进去的啊，除了说这个地方啊有个凸啊，就这个不用特别解释啊，这个如果你手上有这一款的话呢看了也就明白了啊，从这个地方这是软胶部件就开始进行一些各部分这些外壳的拼装，那外壳的拼装来讲的话呢难度呢其实并不大，真的并不大，这个部分把这个牛角的部分呢转过来跟后面这里还是有一个锁扣的，把它扣上，哎，扣上这个部件的话呢往后讲，因为这是软胶部件过来很容易的啊，就是把它给扣上去，这个甚至这个地方的话呢万一没有扣得很紧也是可以完成变形啊，只是说怕久了之后对这个塑胶不是很好，然后这块部件啊，这块部件记得它是有一个翻转的啊，有一个翻转，然后至于怎么转的话呢你就看形状就去把它合起来就行了，上半部的话呢已经啊差不多是到这个定位啊，下半身的话呢是基本上也都差不了多少，就先把这一些部件先把这一些壳啊什么的都是先把它给拼装起来，因为一旦拼装起来的话呢你会比较容易去理解它应该是扣在哪个位置，通常都是一个方向一直反折而已，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最后合这些甲壳啊都是非常快速非常简单的、哦、非常简单的啊，嘴巴说简单到时候也不一定简单了啊，那另外一侧是一样的啊，这边那这里是有一个转轴的啊，这转轴就是可以方便啊我们做一个最后密合的一个决定它的一个位置，这里这些都是翻开啊，最后的一些包覆啊，然后呢里头呢唯一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这个啊，这里有两片部件是要从下面绕过去啊，是横跨球体的啊左右两侧的啊，我要稍微的看一下，我把它给打开啊，这里这个地方两侧给打开，那打开的时候呢它有两侧造型没有对称，有一侧的话呢是有一个多了一块部件啊，这里多了一块部件，这个部件到时候是在合体的时候呢是跟支架合体的时候要特别打开，然后这个部分就绕过这个支架，对，绕过来另外一侧，当然在这边的话呢它也是一样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组合，救命，这个每天的话呢大概来回变个两次吧啊，应该三年之后你就变得跟桑吉尔夫一样啊，那几个组合的顺序的话呢我会建议第一个从正面上方这里有两处的一个结合卡扣先把它给扣上，再来是它的一个背面了、啊、背面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到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里有两个洞，它的对应面内侧的话呢也有两个凸跟凹，所以呢我们就是把它的话呢从这个侧边啊，从上面这样整个过来稍微往下啊压一点点，这样子把手臂的话呢还有一点点这个移动的小空间把它给扣上去，这样一来的话压紧，好，这样一来整个球体的上半部就算 OK 了，然后呢因为它的一个上下半部呢是分开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来
进行上半部的这个组合了啊。那这个具体来讲这个组合有没有难度呢？这个应该是就练习一下就好了啊。现在我已经不敢说没有难度这种话了啊。有时候呢说没有难度，结果却组合了半天啊。然后我就掰个这个球体，掰个满身大汗的样子啊，真是一点都不性感啊，一点都不性感啊。这里扣上，哎，整个压过来，哎，没问题，这样，好的，那么这一侧就算是 OK 了啊。那么还有另外一边，哇 ，My God， 这个谁来告诉我啊？好了，就当我们花了台币16000块啊，买了一个瘦身的课程好了啊。可能这样想的话就觉得还可以吧啊。这个每天掰的话应该是，哎，我觉得可以，这个东西就如果真的每天给它来回变个2次吧啊，因为一次的变形的话，如果没有很熟的话，你像我第一次进行变形的时候呢，是大概要摸索，大概要1个小时左右。不管是球变成人，还是人变回球，是人变回球的时候啊，这个一些相对应部件的一个放法呢，是真的是比较让我伤透脑筋啊。因为呢，一开始你没有注意到那个部件怎么放啊，有时候就不容易去密合完成了啊。哎，好，哎，这个就是不停的在练习这个怎么样把东西给放进去的呗。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小卡住，放不进去是吧？如果放不进去该怎么办？就两个导拳非常好用。那么下半部的变形也是一样，你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两个凸跟凹啊，我们就是把这两个部件呢从后方啊这样子串上来到这里这个地方啊，就把它给往上移过来，然后呢把这个地方先给扣进去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先把它给扣这一块部件啊，这里到这里，好，把它给扣上去。好，那么这块部件的话呢，我是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变法了，因为它应该是直接是翻录在外面啊，没有其他的一个方式了啊。然后两侧的话，中间还有个结合卡扣，哎，就这样子。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是不是所有的一个左右两侧的一个卡准呢都已经到定位了啊，然后这块部件记得放进来。最后呢就是把这里开始进行最后的这个组合了啊。那这个地方的拼凑方式呢跟上半部的球体呢当然变法是完全一样的啊，就是呢把它开始做一个全面的一个组合了啊。只是说呢这个是在球的底部啊，在操作上的时候呢就更加的不能讲这个更加的什么累不累啊，因为下半部的这个变形，因为你要蹲下来嘛，蹲下来就会练习到嘛，腿部的肌肉啊，臀部的肌肉啊，对不对？各方面全身的肌肉的话，我还比你们多一样，就是嘴炮。好的，那现在的话呢，我已经把这个球体的部分呢给完成组装了。这个牛角的这个部分是可以收到体内去，很简单，就盖子打开之后反折收进去也就可以了。但是的话呢，我们就不特别再把它给收进去。整个球体的外观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接缝，像这个的话呢是已经是最大极限了，因为它的开口就是这个样子，并不是我没有压到定位啊。那整个外观的话呢，涂装的部分还算可以吧。那可以看到它身上的一个鹅黄色的部分呢是有两种的，一种是塑胶本来的颜色，另外一种就是喷漆上去啊。当然还有一种啊，就这个软胶的部分啊，这又是另外一种配色，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相差并不算太大。整个球的大小非常的惊人，
即使变成球它还是非常的惊人，而且我还没有把外面那一圈谜样的这个东西呢给装上去。那它有一个非常显眼的这一个 OK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菊花状的东西啊，那它是可以打开的，打开的方法呢从侧边就给它呢，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型这个凸轮刀，稍微去转一下，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开壳的一个效果。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装置，也是高度致敬这个动画片里头的一个形象。那这个也是它全身上下的零件数最多最重的一块零件，平常呢在人形的背部哦，导致于它的背包的重量呢是非常非常的吓人的。那这个的话呢，就平常你要开还是关，这个就看你个人偏好这样的。打开关上，打开关上，打开关上。那最后的话呢，看到它的一个完成的球体状态，体型这个长宽左右啊，这个我已经不想去量，因为真的很大很大。那整个球体上下的话呢有这个圆环，但是呢倒角处理没有问题，不会割伤手臂。所有的尖刺呢也都是软胶部件，包括这个獠牙的部分呢也都是有打磨过的，并不会有疼痛的一个手感。那包括了这个正面可以动的这个机关，那两侧不对称的造型，那整个的一个环形的话呢就连成是一条的直线了。那我的话呢会比较偏好用这个球体来做一个收藏吧。机器人的话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球体这么样的一个特别，那最主要还是不知道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存放的地方。那么呢就怎么个评论这个玩具呢，就其实两点吧。第一还是重复那一句话，如果你没有非常崇高的信仰充值的话呢，这个其实你可以 pass， 不要入没有关系，因为真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昂贵，16000你可以买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那第二点就是有人问我说，哎，这个似乎很多的缺口啊，还有一些小毛病啊什么的会不会有这个配件包厂出配件？那我们当然不知道会不会有配件包厂出配件了啊。不过以我直接了当的跟各位说啊，我怎么会花16000买一个全球限量发行的玩具，然后再买一些没有授权的配件包，把它变成是非正版，把它变成有盗版的血统？我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基本上不会嘛。即便它官方的东西就是这样，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license， 有一个版权在里头，它才有它的优势嘛。那我就尽量保存它这个纯正性，对不对？没事要把它自己花钱把正版变盗版，我现在已经搞不懂这个心态，确实是有点不是我现在可以接受的了好，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分享这一款我在2019年网上所下单的孩之宝全球众筹发起的这个宇宙大帝的限定品，那如期的抵达了，刚好呢又碰上我10周年的节目，就利用它的话来给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特别的纪念日子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也祝各位新年恭喜，我们下期再见，拜拜。